就是 IJK， 就是要给你最新最快的 JK 资讯。JK Pop 为你带来2011上半年韩国销售总结，到底是哪些人卖最好呢？听歌学韩文，教你唱 Big Bang 的 Love Song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太夸张了！大好人日本啪啪走，东京街头到处都是阿拉喜。阿拉喜呢，就是现在你在日本的东京啊，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。精彩的节目内容就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，就是 IJK。